天走进办公室，时间真过得慢。造表册写公文，我志气都消磨光，薪水又没调整呀，还说要裁员。安分守己奉公守法，未必是这碗饭，想起来真可怜。为了一家大小，我不敢又怎么办？敲诈的事都是些坏东西，黑良心厚脸皮，我死也不愿意。社会这样子呀，大家都受苦气，你我这样同安苟活已经是没出息，怎能再做伤人的事？要想好的生活，你就不能再把头低。是句不好，大家糟糕。我们是可怜人啊，只有相拥相抱。